哦，主下腿，主下腿偏外一点啊，偏后，偏外，拉紧了痛，我又看到拜登了，又看到拜登了，有钩子啊，在钩他啊，硬件有铁钩子在钩他，钩在那个腿，主下腿上面啊，另外一个钩子钩在他右下腿，上啊。这边低一点，这个位置高一点啊，左边低一点，右边高一点啊，铁钩子在勾他，正在往阴间拉啊，正在往阴间拉啊，阴间拉啊，正在往阴间拉，人家看看啊，这家伙不走的话，这个世界永不安宁呐，这个世界永不安宁啊，所以现在正在拉他啊，正在拉他啊，正在拉他啊，正在拉他啊。但拉呢也不是说马上，稍微给点时间。为什么？拉得太早的话，他们有民主党有准备啊，有准备换人啊，下届总统选举的。晚一点的是来他让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啊，让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啊。老天也看不下去了，对民主党啊，老天也看不下去了，民主党到时候把拜登带走啊，然后呢？先让他吊在那边，后面的人也没办法替代他啊！突然一下子，把他拉下，马了以后，然后他们想重新换人进去的话，来都来不及啊！怎么是这样啊？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好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再见，再见。